有美好的盼望。喂，刘总啊，是我。你们公司的上市计划需要重新调整一下。我看看最近有没有其他的工厂可以收购。你们公司的现金流投入到工地建设当中，恐怕一时很难有这个气力啊。如果胡乱并购不良资产，对上市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你什么意思？暂时这件事情先搁置吧。好的。你为什么处处要跟我作对？刘星河，你以为你能赢我吗？你永远都赢不了我，永远都赢不了。我永远都不会输给你，永远都不会输给你。我听说券商已经停止了我们的上市进程，暂时是这样的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我的脸都往您给我丢尽了，你是不是该给我有个交代？董事长，对不起。我最不爱听的就是对不起这三个字，还是说点我想听的吧。董事长，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，我一定会在三个月之内吞并郝旺财的工厂。他现在的厂子凭着专利发展得很迅速，今非昔比，不是你想吞就能吞的了。你真的能说到做到？如果我办不到，随你处置。办不到。有多远滚多远。我真傻，我真傻，我怎么那么傻呢？就我的这做错切错，我的手上就这么没了。我真傻，我真傻，我，你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，你。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啊？就是你们这些骗子啊，没有良心啊！我们老百姓赚钱容易吗？你们说骗走就骗走，你们有的时候忍心吗？你们这些骗子怎么想的啊？不是你这刚进门，这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哥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我说话难听，你以前骗人的时候自己滋润了，你知道受害人的心里有多难过吗？你了解吗？你们这些杀千刀的，特别你知道今天什么？10000块人民币瞬间就没了，还有祖上的金戒指，你知道这金戒指哪来的吗？啊，是太奶奶留给奶奶的嫁妆，奶奶留给妈妈的见面礼，妈妈留给我的嫁妆，就这么瞬间没了。你们这么杀千刀啊！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今天啊，不去店里面嘛，啊，然后碰到一个熟客，说认识一个大师，能够帮人看前程，啊，人家让啊拿着钱，拿着金首饰交给人家，说是什么给财路开光，然后呢，你不让人骗了吗？嗨，这么点小儿科的骗术，你们还能上当啊？亏你还是骗子的妹妹，你这不丢我的人吗？你这是。这样，谁说她是骗子的妹妹？啊
啊？不是，虽然说啊，他外表呢看着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内心挺脆弱的。他也是好心啊，帮咱们想挣点钱，这不结果？哎，行，我先做饭去。我的金戒指啊，我的10000块钱呀、啊，我的金戒指啊，我的祖。阿姨，我懂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那阿姨就谢谢你了。你在这等着，我给你叫梓潼去。嗯。梓潼，刘星河在门口啊。星河在门口啊，妈，你没对他怎么样吧？我还能吃了他呢。行了，他在门口等你，快去吧。谢谢妈。嗯，谢谢妈。你来了，梓潼，拿着，我是来还钱的，赶紧把学费缴了，别耽误出国。我先走了。刘星河，你那脑袋是木头做的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请我留下来啊？如果你开口，我是可以留下来的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出国的。
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。刘星河，刘星河，你个胆小鬼！好妹子，你就吃点东西吧。你这么下去，你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身体好了，钱没了，有什么用啊？我辛辛苦苦挣了那么多钱，就这么没了。我，你就全当自己花了不就完了吗？我花了点有劲东西啊！啊，你就当把那钱送给他们了。谁送给我呢？文妹妹，你这样想行不行啊？你全当是捐了灾区了。做了好人好事了，那捐了也就罢了，可是灾区的孩子该饿着的还是饿着，该冻着的还冻着，那帮坏人拿了我的钱去买衣服、吃海鲜、修指甲，哎呦喂！我想想，我真是杀人的心都有。你就当破财免灾。什么叫破财免灾啊？我宁愿遭灾，也要回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我的。那你说，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两办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不能便宜那几个骗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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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不能咱们便宜了这些骗子。你放心，妹妹的事儿哥哥替你办，这些骗子我保证给你把他抓回来。你帮我抓住啊！你认识啊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对呀对呀，你是高级骗子，说不准你们俩啊，这帮人都是同行。同行？不是，我怎么可能跟他们是同行啊？我是有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骗子，他们是……啊，不是，我是高级知识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我现在已经早就不干这一行，我金盆洗手了，行不行？完了，真是没希望了，连你这个高级骗子都没辙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别劝我啊，我到旁边再去哭会儿。哎，小红啊，听我说，小红，你这何苦呢？小红，弟弟，没事儿，这事报我身上，抓骗子的事儿我还真得去试一试。大哥，你真去啊？啊，茫茫人海，骗子都跑了。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得把他找回来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。是你和我妹妹帮了我，这个恩我得报。你别管了，我来。好，大哥你先坐，我去看看去。星辰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突然很想你，很想见你，所以鼓足勇气给你打这个电话。没什么事情，那我先挂了。哎，你先别挂，我真的很想见你。如果见不到你，我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傻事儿。我们在老地方见，就是那个咖啡厅，不见不散。我这么晚了，我不能出去的。如果你不来，我就一直等。喂，这么晚谁打电话？那个，我爸。你爸？嗯。
他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，找你帮忙啊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算了算了，你想去见他去吧，省得你在这没意思啊。这么晚了，我去你不会生气啊？女儿要见爹，我拦着干嘛呀？要不要我送你？不用不用，那我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走。心怡，我有个重要的客户要见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你等会儿，你去见客户为什么不穿西装呢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是去见客户吗？你到底去见谁？啊？心怡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自从什么事儿都不干，成天待在家里边，你变得有多么的烦呀？以前那个潇洒利落的你去哪儿了？那我不是病了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你自己去看病，今天我会很晚回来，你别等我了。谢谢啊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这次没能帮管老虎收购陈你爸爸的工厂，得罪了他，现在我苦不堪言呀。你跟我说这些，我也帮不上你。我没想你帮我，只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众叛亲离，真的好后悔。你还会有后悔的事？我有很多事情都很后悔，尤其是对你。这两天每天做梦，每天都能梦到你，梦到我们那个时候开心的日子。可是会醒来，发现是一场梦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，我很难受。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一朵，如果我们的宝宝没有出意外的话，也应该像他这么大了吧？我想我们的宝宝一定会很可爱，一定会长得特别像你，眼睛大大，鼻子高高的。一朵，都怪我，我没能照顾好你。别说了。
原谅我好不好？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。我知道你和管小伟在一起并不快乐，回到我身边，我们重新开始。管小伟他对我很好，我不会离开他。一朵，你别骗自己了，你根本就不爱他。 我回执等。你回来了。啊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呀？现在都几点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是也看见爸爸了吗？是啊。 撒什么谎？我都给你爸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你根本就没有去。我本来是要去的，结果路上……你撒什么谎呀你？啊？我就逗你一下，你就全都招了。一朵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去哪儿？ 我临时去了一趟商场，别他妈扯淡了！去商场给我招骗我？好，一朵，你是不是去见刘星辰了？你干嘛呀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真的是去见刘星辰了是不是？啊？你怎么这么贱啊你啊！刘星辰都那么对你了，你还去找他干什么？你怎么就那么贱呢？啊？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不是我想的那样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为什么还这么对我，还这么对我？啊！一朵，你没事吧？一朵，一朵，你没事吧？一朵，啊！关小五，我想了很久，我们分开吧。 一朵，你不能跟我分开，我离不开你的一朵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不是我离不离开你的问题，你根本就瞧不起我。我是不好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没有钱，没有文化，我是从农村来的，你什么都有，你又有钱，又有工作。 又有那么有钱的爸爸，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。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。你这样逼我，这样下去我会疯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一朵，一朵，你不要被刘星辰蛊惑了，他不但人品不好，而且他将来不会有出息的。 一朵，一朵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，一朵，一朵，你别看刘星辰现在有多么风光，跟在我爸后面像个红人一样，其实我爸对他一点信任都没有。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爸虽然是个集团的董事长，可是他大字不识一个，所有合同都是我念给他的，他才签的。刘星辰现在就是公司一枚棋子，随时随地都会被遗弃掉。 公司将来还都是我的，所以你跟着我，比刘星辰强多了。一朵，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，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。刘星，一朵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失去你，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一朵。让我再想一想。 怎么还不睡啊？站住！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去了？不用你管。我问你去哪儿了？
你吃错药了吧？跟老情人在咖啡厅约会，又是流眼泪又是牵手的，你们俩怎么不干脆去开间房啊？你跟踪我是又怎么样？我说你有病不去看，跟踪我有意思吗？刘星辰，你知道我在生病呀？啊，你从头到尾有关心过我一句吗？你还想不想跟我一起过下去了？如果你想跟我继续过下去，别管我的事。你是不是想跟郝玉朵和好？没关系，刘星辰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不是磨磨唧唧的人，你给我一句痛快话就行。是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王八蛋你！刘星辰，我问你，从头到尾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你有没有爱过我？郑欣宜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显得你多么的不可爱，多么的幼稚啊！什么爱不爱的？我们的感情不是一直建立在利益上吗？就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王八蛋你！我原来以为你对郝玉朵不好是因为她自己不够好，现在我才知道你就是一洋葱，一层一层剥都没有心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心。够了，刘星辰，你没爱过任何人，你就爱你自己。那又怎么样？滚！东西送你了，我不要了。快上车吧，别误了飞机。怎么了，子彤？有什么东西忘了吗？爸，我想先去趟星河那儿，再去机场。我有东西要给他。不许去，去了还不知道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。行了，女儿就是想还个东西给人家。我们顺道去一趟。一朵，是你啊！我有好要紧的事情跟你说呢。你额头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没事没事，我不小心磕着了。昨天星辰过来找我了。他这里干嘛？他又想打工厂的主意啊？没有没有，他说他好后悔，他知道错了，他希望我们可以原谅他。我对他是彻底。彻底的失望了，不知道他又想耍什么花招。星河哥，你听我说呀，我觉得这次是真的，因为星辰他看上去状态很不好，满脸都是胡茬，而且脸色也很惨白。我想他是真的悔改了，而且他还说我和他的孩子，他说觉得很对不起我。我觉得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他有悔悟的意思吗？有，真的有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梓潼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马上要去机场了。顺便路过这儿，这个还给你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
你留着吧。不用了，这么宝贵的东西，应该留着和你最心爱的人看星星、看月亮啊。你们俩就只是普通朋友吗？普通朋友。就是，哎，那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就不耽误你们花前月下了。难怪你一心一意让我去国外，原来你心里还是只有一朵。不过这样也好。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，拜拜。你干嘛呀？你有必要这么做吗？你不懂的。这样可能对他会比较好。我说，他说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什么叫对他好呀？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？快去追啊！追呀！追呀！你追不追？去呀！快去呀！去呀！梓潼。梓潼，梓潼。行了，到了美国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别像以前那样那么鲁莽了，不要再让妈妈担心了。知道了，妈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妈，好了。去哪了？他怎么不进来啊？他说，他就不进来送你了。可能他是害怕在这儿掉眼泪，会难看吧？是不是？妈，你跟爸一定要互相照顾好。哎，你跟爸说，让他别那么拼命工作了，不然要是长了皱纹，就不帅了啊。你这个鬼丫头，行了，进去吧。妈，妈，其实我真的不想走。别再动摇我了啊！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，我是不会随便心软的，听到没有？行了，行了，进去吧。行行，请你出去。梓潼，梓潼，不要走。刘星河，
经走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小姐你好，飞机快要起飞了，请赶快登机。你好，乘坐海南航空 HU7784航班。志同，你不要走，你留下来，我们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先生，请你出去行吗？这里是不可以说话。不是，我女朋友她要走，你帮帮忙好不好？我爱你，求你了，不要走，留下来好吗？星河需要你。你知道吗？你刚才那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扰乱机场秩序的，按照规定，我们要处以200块钱以下罚款。如果情节恶劣的话，我们还要拘留。我就是想找个人，不想让他走。第一，找人不能这么找。第二，你说的那个航班飞机都已经起飞了。对不起啊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认识你，你不就是那个环保明星农民工吗？啊，今天我就不罚你款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我们走。到底还要多
情况怎么样？这都一天了，什么都没吃，连口水都没喝。这么下去啊，他的身体真的是要垮了。可不嘛，这算是落下病根了。我原来在这搞营销的时候啊，我学过几天心理学，我知道，如果人到了这会儿是这种状态的话，是肯定要出大事的，不好好开导，肯定出大事。哎呦，难怪我今天在桌子上看着半瓶安眠药呢。半瓶安眠药，这就是要出大事的具体表现啊！哎呦，这么着，弟弟，咱俩分个工，你主内，我主外。24小时你要盯着我妹妹，绝不能离开她一步啊！这你放心，我到外边去想办法，我一定要让我妹妹好起来。